主要的设计的那个理念，还有我们的一些花花草草啊，地蛋花、阿伯乐，还有各种食物，营造所谓的度假型的饭店。最好以服务为导向，草木旅馆或者说营造亲子方面的旅店，就是以健康环保为最主要的经营理念。是德国原装进口，它最主要是针对抗衰老，然后回春，可以解除所有身体的一些慢性病。刚好结合我们饭店以健康为导向的理念，分享这个产品给各位好朋友。那就是希望未来来到我们巨地花园度假酒店的所有旅客、所有的好朋友，都可以带着毛小孩、带着家人来这边轻松度假，然后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。